县府主办的今年秋天很宜兰系列活动也在今天开幕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一连两个周末有艺文旅游相关的慢城深游，欢迎乡亲一起秋游宜兰，体验慢活悠游。今天的开幕式由蓝阳戏剧团带来传承杨世芳精神的创新歌仔戏《碧血丹心望小霞》，除了展现碧霞宫与宜兰旧城的关系，并希望借由活动把传统的宜兰城注入现代创意的心血，展现出不同的老城新风貌。这个歌戏啊，最主要是用思考要让歌戏转型，除了在服装啦吼，啊伫故事啊，甲伊个书观啊做转型之外，啊，伊这个故事要做台湾这个土地的这个人民甲土地互动，这个生活。从这里给搬起来，这个戏台顶演。2012今年秋天很宜兰，从今天开始连续两个周末展开一系列的活动，包括了真实又虚幻的 3D 奇幻护城河，以及充满童心彩趣的城市彩绘之外，还结合了二王与北京社区宜兰酒厂推出的慢城深游，并配合罗东社区大学推出格马兰水路逍遥游，欢迎全国乡亲一起秋游宜兰，体验慢活悠游。此外，宜兰河滨公园在今明两天也有精彩的秋跳音乐季，民众在享受音乐的同时，还可以体验嘉年华各项 DIY 活动。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报道。